第十三题，在空铝罐中装约十毫升的水，放在陶瓷纤维网上加热，当冒出蒸汽一阵子后，戴上手套取下铝罐，并以快速压入冷水中，发现铝罐瞬间被挤压。下列整个实验过程的原因，何者叙述错误？这个实验，我们在铝罐中加水加热的时候，水会变成水蒸气，而赶走原来铝罐内的空气。而当我们压入冷水的时候，水蒸气会凝结成水，因此铝罐内的气体的量就会减少，压力就会变小，而比外面的大气压力小，就被大气压力挤压，使得铝罐被压扁。因此，选项 A 说，加入罐内的水会逐渐变热而气化，而将罐内原本的空气一起带出铝罐，这个叙述是对的。选项 B 说，加热一阵子冒出蒸汽后，水蒸气会充满整个铝罐，这个叙述也算是对的。选项 C 说，罐内的压力与罐内的大气压力会不同，铝罐就会被大气压力所压扁，这个叙述是对的。但是选项 C 说，当铝罐快速压入冷水中，罐内的水蒸气遇冷会凝结成水滴，罐内的气体压力会变大，这个是错的。前半句的叙述说，罐内的水蒸气遇冷会凝结成水滴是对的，而这个时候我们罐内的压力是会变小，比外面的大气压力小，所以才会被大气压力所压扁，所以后半句说罐内的气体压力会变大是错的。因此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整个实验过程的原因何者叙述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当铝罐快速压入冷水中，罐内水蒸气遇冷会凝结成水滴，罐内的气体压力会变大。